诗篇第132篇，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一切苦难，伊怎样对耶和华咒诅，对雅各的大权能者下愿，讲我的确无入我的宝贝，也无上我的眠床，我无用温我目睭困去。也无用阮我目睭配合我，天头我为着耶和华找着所在，为着雅各的大权能者找着徛起的所在。阮听讲约柜伫伊法他，阮伫基列亚林就找着，阮要入伊徛起的所在，伫伊的脚踏前跪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。甲你有能力的约柜，做伙入你休困的所在。愿你的祭司穿公义做衫，愿你圣的百姓出欢喜的声。求你，因为你罗伯大卫缘故，唔通厌弃你的受抹油的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对大卫用诚实咒诅，的确无反复，讲我要护你所生的。坐在你的宝座，你的正经若受我的欲甲我所教训因的法度，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你的宝座，因为耶和华拣选锡安，愿你当作家己徛起的所在，讲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，我要踮伫遮，因为是我所喜爱的。十五节，我要让其中的美牛奉献，让其中的善良人巴结。我要让祭司穿救恩做衫，圣的百姓大声出欢喜的声。我要让大卫国在遐发声，我为着我的受抹油的伊被光顶。我要让伊的仇敌穿见笑做衫，总是伊的冠冕。要伫头壳顶发出光。